好，各位大家好哈。那呢，我们呢，上次我讲过，我要 demo 一下，就是我在做那个直播，那个教学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都用两台电脑。那为什么要两台电脑呢？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有一台电脑呢会看所有的人，那另外一台电脑在做简报。那看所有的那台电脑呢，你如果跟简报是同一台的话呢，它可能会吃你的 CPU， 然后会造成它会 delay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态大概是长什么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画面哦。那左边这台电脑呢，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人。好，那我也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呢看一下大家的讯息。好，所以大家的讯息就会在这里。那右边的这一台电脑就是我简报用的，所以呢，我可以一边在做简报的时候，一边在看学生这边呢有没有很专心在听。那另外呢，也可以透过像 Slido 啦，或者像 Google 表单啊这些呢，让与会者填。那我也可以就从左边的电脑来看与会者的回应，那右边的电脑就是我在做简报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其实对于你在做直播教学呢是很有帮助的。好，那就以上介绍。